这边杂草刚刚拔完哈，然后大家看哈，这边又长出来了，很快啊。刚才简单的拔了一些哈，这种草哈，这种野草，我刚才查了一些学名，叫斯基纳。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金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刚刚拔完草哈，拔了很多的草。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拔草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如果这个草能吃就好了。然后我就怀着这样一个疑问上网查了一下，结果我发现呢，朋友们，这个草是可以吃的，并且日本有很多的教程就是专门做这个草的。所以说我今天决定干件大事哈，我按照日本网上的教程，我吃这个草看好不好吃。如果好吃那就好了，今后我就拔草就不用郁闷了哈，我是带着个欢快的心去拔草了，因为可以吃。我今天试一下，这是我刚刚在家后面拔的草哈，拔了一袋子，感觉这个草啊挺新鲜的。我用这个草哈，用热水焯了一遍，拌了点芝麻酱，我尝尝感觉。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哈。因为上网查了嘛，就是可以吃的，然后也有很多人做这个教程哈，在日本，所以说倒没有多大的担心，唯一的担心就是不知道它好不好吃哈。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呢？口感形容有点难哈，有点像吃什么的，我形容不上来，朋友们哈，因为好像没有蔬菜是这个口感，有一点点苦，有一点点苦，然后外加上我家可能后面这个东西比较老哈，不够嫩，所以说有点那个感觉。吃完了哈，然后刚刚在网上查了这个资料哈，这个菜在中国呢叫问津草，是一个中药，日本也是一个中药哈，它的功能呢主要是利尿止血什么的，然后日本也有很多地方卖这个茶，就是把这个草采摘完还有晒干然后当茶喝哈，然后这个草呢对于马来说是剧毒，但是对于人体来说是没有什么危害的哈，然后吃了一次觉得味道一般哈，所以说今后就不吃了，然后准备又开始拔草去吧。拉不回来啦。ハコン今日面白いことやったよ。外の雑草でしょいっぱいあるでしょ。ハコン食べた。あれね調べたらあれスギナという名前ね食べれるね。美味しかった。ねちょっと普通だから次回やめるわ。びっくりした？嬉しいな。给他买了两袋糖哈，这种软糖，一个葡萄味的，一个桃子味的。上次吃了非常的开心。好，先葡萄からしようか。ハコン食べる。ありがとう。おいしい。小金家的晚餐出炉了哈，那个紫盐鱿鱼，然后这个煎个牛肉哈，放了一些葱，拌黄瓜，大酱汤，开饭了。この牛肉ね、脂肪少ないね。油。焼肉って油少ない牛肉あまり合わないな。油多かったら一個しか食べれない。うん。なんかこれ敷いたらさ、うん。ちょっと背大きくなった。気持ちいいよ。うん。何で大きいの？大きくても使えるじゃん。大きいっていうか、なんか思ったより学校の椅子さ、硬くなかったんやんか。何？思ったより学校の椅子硬くなかったんやんか。うん。
もうすでにこんななんかこういうふわふわみたいな感じやったからな。うん。これはちょっと硬いやん。うん。リスは。だこんな感じなかったから、大丈夫かもって思った。そうか。いいですか？でいい？いや。うん。今日は給食カレーだって。そっか。うん、明日はカレー作ろうと思った。そうなんだ。うん。いいよ。今日だったらちょっとあれ、明日も。うん。今天小妹儿不在家哈，早早的就跟她的朋友去神户那边玩了。神户是个好地方哈，我之前在那附近住了两年左右。很安静，是一个怎么说还靠近海洋非常美的一个城市，今后有机会去那边给大家拍拍神户的风景哈。我刷碗刷到一半，摩托一不开心了，他一定要坚持把剩下的给刷了。哎，파자마요거래요참老婆下周开始就去那个家庭访问了哈，还好就是学生的家呀距离学校都不远，所以说也不需要走太多的路哈。然后一个家庭访问的时间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吧，简单的汇报一下孩子在学校近期的状况，比想象的时间短了很多哈。嗯，一個食べて。ちょっと甘っぽいのやつ探して。嘘、そんなに酸っぱいの？酸っぱい。うん。じゃあいいよ。もらおう。酸っぱい？嘘。老婆吃草莓表情很痛苦啊。然后我来尝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痛苦？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普通的草莓哈，所以说他只能吃那种特别特别甜的草莓，他不爱吃水果哈。那哪一天就睫毛过去了，那就过得怎么样？这都不能有点还困难的呢。嗯，我对你过得怎么样？难的。这个也得看。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或者美好的白天，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明天上午要去京都拍照哈，然后看看有没有好的风景给大家拍一拍。我是小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